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本的频道。我会在这里频道分享股票投资的方法以及存股标的，希望大家可以借此获得一些理财知识，早日摆脱朝九晚五，迈向财富自由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。近年存股成为国民运动，存股的精神就是用存钱的心态来投资股票，买进股票后长期持有，靠公司发放的股息来创造现金流。这些标的可以是资利率高的金融股、电信股、成长股，或者是 ETF。 今天的影片就由业务内容、本一笔殖利率、获利能力带大家了解三家稳定配息、高殖利率的好公司。影片的后段也会有该股的便宜价区间。在开始之前，不用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，并且订阅这个频道和按下小铃铛后打开全部通知，以便观赏下集更精彩的分享。第一家讯的股票代号六二九二，公司于一九九九年由德商 Smith 集团在台投资成立。 是一家自动化设备供应商，公司提供客户最佳自动化解决方案，主要从事产业自动化之规划、设计、研发、生产及安装与售后服务。二零二一年各产品营收比重以应用层面区分，电子事业部占七十八趴，光电占七趴，半导体占十四趴。迅德公布第三季财报。 单季合并营收为四点一九亿元，年成长三十二趴，每股税后盈余为一点六九元。所属电源工器产业已有七家申报本季财报，平均税后净利年增率为五十八点零五趴，迅德为一百四十八点一七趴，优于同产业平均。目前已迅德现在价格三十八点八块附近，本一比在十一点二五，同月的本一比是在十六点三九，比同业低了许多。 迅德今年业务展望稳定，那一年内最高价以及最低价分别是五十点四元以及三十五点零五元，可以迅速了解一下目前的价格带。在今年 EPS 方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迅德的获利其实非常稳定，都在一点九元以上的水准。从二零一七到二零二一年，平均获利在三点四元左右，二零二一年则有五点零一元的水准。税后，净利率越高，代表公司的最终获利能力越好，以及每销售一百元的商品，实际落入口袋的利润越多。 而在股东权益报酬率的部分，从二零一七到二零二一年，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在十六点三六趴左右。股东权益报酬率反映公司为股东创造获利的能力，数值越高，代表创造获利的能力越好。一般定存股有别于成长股，ROE 通常都不会太高，而 ROE 偏高的公司，股价也不会太低。所以我们需在获利率高的公司以及价值型的公司做出选择。 而定存股通常偏于价值型股票，价值型股票非常适合平常上班无法盯盘的人所投资。我们可以从现在迅德的股价三十八点八元左右，以及每股净值二十三点一六，净值比为一点六七。那迅德股利分派的部分呢？连续配发二十一年的现金股利，那这五年的平均现金股利为二点八八元，没有配发股票股利，现金股利填息的天数约为二点五个月左右，殖利率最高为九点一八最低为六点七四 以目前的配发率，大概是银行定存的六到九倍以上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该股的股价区间，也就是判定股票的便宜价、合理价、昂贵价。目前迅德股价三十八点八元，便宜价、合理价、昂贵价分别为四十六点一元、五十七点六元以及八十点六元。目前迅德的股价落在便宜价区间。第二家乔威，股票代号三零七八。 乔威成立于一九九三年，为全球自行组装电脑市场电源供应器制造大厂，其产品横跨资讯、通讯、工业、消费性电子等产业所需之电源供应器。此外，一自行生产电源供应器的上游零组件，具有一贯化生产作业的竞争优势。目前，以乔威现在价格二十七点八块附近，本益比在八点二七，同业的本益比是在十六点三九，比同业低了许多。 乔威保守看待下半年营运，公司将产品重心转向非 PC 市场。今年上半年非 PC 产品占比约二十一趴，预计下半年可望拉升到二十八趴，降低 PC 市况不佳对公司营运的冲击。那一年内最高价以及最低价分别是四十元以及二十三点五元，可以迅速了解一下目前的价格带。在今年 EPS 方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乔威的获利在近两年有高水准的表现。 从二零一七到二零二一年，平均获利在三点三九元左右；二零二一年则有四点三元的水准。而在股东权益报酬率的部分，从二零一七到二零二一年，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在十六点二二趴左右，算是一个蛮高水准的表现。另外，我们可以从现在乔威的股价二十七点八元左右，以及每股净值二十四点四四，净值比为一点一三。 那乔威股利分派的部分呢？连续配发十九年的现金股利，那这五年的平均现金股利为二点一八元，没有配发股票股利。现金股利填写的天数约为五个月左右，直利率最高为九点二趴，最低为四点九六趴。以目前的配发率，大概是银行定存的四到九倍以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该股的股价区间，也就是判定股票的便宜价、合理价、昂贵价。目前乔威股价二十七点八元，便宜价。 合理价、昂贵价分别为三十四点八元、四十三点六元以及六十一元。目前乔威的股价落在便宜价区间。第三家，真理强股票代号三零二八。台湾真理强公司成立于一九八二年十月，公司为国内半导体零组件通路商之一，主要代理美国、台湾、日本、欧洲等知名品牌的半导体零组件。公司代理产品包含记忆卡、线性 IC、消费电子等产品。 目前以真理墙现在价格二十八点二块附近，本一比在七点九八，同样的本一比是在八点八二，比同业低。真理墙是半导体零组件代理商，也横跨消费性电子，在新冠肺炎冲击之下，居家上班热门、远距教学等兴起，商机庞大，对真理墙的业务注意颇大。那一年内最高价以及最低价分别是四十点九五元以及二十五元，可以迅速了解一下目前的价格带。 在近年 EPS 方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真理墙的获利还算稳定，都在一元以上的水准。从2017到2021年，平均获利在2.26元左右，2021年则有4.1元的水准。而在股东权益报酬率的部分，从2017到2021年，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在10.17%左右，对于传产股来说算是不错的表现。另外，我们可以从现在真理墙的股价28.2元左右。 以及每股净值二十四点七五，净值比为一点一四。那增理强股利分派的部分呢？连续配发二十二年的现金股利，那这五年的平均现金股利为一点九八元，现金填息的天数约为五个月左右，殖利率最高为八点七九趴，最低为六点三七趴，依目前的配发率大概是银行定存的六到八倍以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该股的股价区间，也就是判定股票的便宜价、合理价、昂贵价。 目前真理强股价二十八点二元，便宜价、合理价、昂贵价分别为三十一点七元、三十九点六元以及五十五点四元。目前真理强的股价落在便宜价区间。以上是三档高质力股的今年表现状况，股民可以依照影片中的数据，选出心目中最佳的标的，规划财务后慢慢买进，达到存股的目的。如果觉得以上的影片有帮助到你，不妨帮我们按个赞，加入订阅。 也分享给你身边的好友，也许可以产生更多的话题。另外，也可从影片栏下方的超级感谢中借有一点赞助来支持我们，让我们持续提供更好的影片给屏幕前的你。最后，三本来的频道发布了任何资料或意见，纯粹资料整理，概不构成购买、出售、销售任何投资，参与任何其他交易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对影片有任何见解， 欢迎在下方留言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点开小铃铛。我们将于每周三下午八点准时发布新影片。我是山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